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农民营养师鸟养生。你们有没有看到啊？这里有一大片的自然的原生态的这个养生植物，居然呢没人来挖它，真是太好了。今天运气真不错，我呢来挖点回家泡酒，在我们生活中啊大有用处。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？可能呢大家会把两种植物搞混了，一种呢是杜衡，它跟它呀长得有点像。只是呢没有它长得这么大，农民啊常把这个呢叫大马蹄，把杜衡呢叫小马蹄，你看它的这个叶子，是不是很像一个大马蹄子？这个植物呢叫细心，它的价值可不小啊，这里啊长了这么多，却没有人来挖，我想啊，应该人们还不知道它是有用的植物，大家对它啊，不是十分的了解。这个细心呢又叫小心绍心，多年生草本，根茎横生。我们挖几颗起来看一下，挖这一颗起来看一下。好大一颗。细心啦、啊，密生，须根啊，茎呢、啊、比较这个短啊，茎端生两到这个三片叶子，叶片呢这个心形或者是肾形，常生于呢林下啊、灌木丛林以及呢山沟的阴湿地方。它呢具有很高的养生价值，我们有类风湿关节炎的朋友啊，可以留意一下哟，可以把它挖回家洗净晒干，晾干之后啊，用它来泡酒。泡好后啊，可擦拭关节这个疼痛的地方，那么可以呢缓解症状。细心呢、啊、还有这个许多的养生作用，大家呢可以关注这个评论区啊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畅所欲言，关注、评论、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长按点赞，有我相伴。那么具体应用啊，请遵当地的专业人士的指导应用。我是一名生活在农村的营养师，感谢你的收看，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，记得点一下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